施佑坤设计师已和于色彩与混搭建材计划，打造属于居者心目中大气通透的理想生活场景。玄关区域以白色大理石作为背景，加以端景一品画龙点睛，营造注目的入门风景。客厅采浅米黄大理石铺叙电视墙，并于全室装点自然木皮材质，营造大气温馨的质感。沙发背墙更巧妙以金色饰品装点，形成低调奢华视觉主题，创造华美现代底蕴。餐厨领域透过格栅呈现沉稳利落线条，并悬挂时尚灯具，形塑半空中的美好焦点。卧房内运用协调的色彩计划，与床头绷上柔软的布面材质与动态饰板的结合，勾勒宁静舒适的休闲氛围。施佑坤设计师擅长透过材质线条展现利落的设计手法，给予空间清爽的现代风视野。